好，比赛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乎的同时的起步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六道的刘英男以及九道的毛璐。目前毛璐处于领先，进入到十道最后的冲刺，目前还有两个小队的优势。最后的冲线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应该是九道的毛璐，来自陕西的选手率先撞线。